家好，我是茉莉。听说 Cindy 点名我来分享保湿秘技，偷偷跟你们说，她可真是点对人了。我想要的保湿很简单，一定要温和，不含酒精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的肌肤很干又容易敏感。记得以前刚开始保湿，用过一些产品，一擦在脸上，脸就开始刺痛不对劲，甚至红肿。后来才知道，原来敏感性肌肤应该要避免使用有酒精成分的保养品。那到底该怎么办呢？其实我的保湿秘诀就是这瓶 Curious 切的是冰河糖蛋白保湿霜，不仅保湿，成分天然，配方温和，而且完全不含酒精哦，让敏感性肌肤的我再也不用担心擦完脸上会刺刺红红的，用起来觉得好安心哦。所以我的保湿秘诀就是 Curious 切的是冰河糖蛋白保湿霜，超保湿，不黏腻，无酒精，你一定要试试。Number one 保湿霜接力大挑战，挑战成功，耶、yeah! ！接下来我要点名艾莉，艾莉，快来跟我们分享你是怎么保湿的吧！限时24小时，开始。